黄泉殿下在世，我有话想说。舅舅和胡副组长的言辞犀利，我想问一句，你觉得苍玄是个聪明人还是笨蛋？天下皆知若主子跟苍玄的关系，用这个纹身不敢当真，在死士的胸口上刺着苍玄二字。舅舅，你会在你的死士身上刺着德言二字吗？不过这个嫁祸的人很聪明，他明白，只要帝王的疑心一动，杀机一起，纹身不过是个伪证，意图不轨的证据不过是。毕竟不管是苍玄还是刘烨，都是君王的眷顾，有谁不想要那个王位呢？我怕你暗中做了不长的梦。你不要信口雌黄。高行九阳，这是宣言朝政，岂容你在这胡言乱语，横加干涉？当年我娘带兵出征的时候，我舅舅在哪里？如果那个时候我舅舅出来阻止我娘横加干涉轩辕朝政，我便不会成为没有娘的孩子了。你